若楠姐不仅是我的伯乐，也是子豪哥的伯乐，我相信他一定会被人理解的。今天呢，我想在这里跟他合一张照，来证明我们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糟糕。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在一起，现在他又活了，依然存在我们之间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原来凡事真的有一个先来后到，感情也不例外。可能在你们两个之间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第三者。从来就没有什么第三者，你就是我的唯一。若楠，我和苏晓早就已经结束了。你们真的结束过吗？受够。彤彤，我说你是个废物，你还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你带子豪才多久，他现在大好前途全部都给你毁了。你身为一个经纪人，把自己的艺人往火里推，现在还有脸来质问我？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，连你也跟他们一起来骂我？沈先生，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你能不能别伤害我？你干什么？宋子豪，你干什么？